在几分钟哈、啊。安尼哦，看电影我拢不爱坐头一排，哎，太差劲。来，各位同志，各位同心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其实吼、哦，我为这个时阵开始啊，甲大家人的称呼啊，都要改变啊。我应该称呼大家众将官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哎，我安尼讲的原因就是讲，因为你受过高级班以后啊，哦，你有足多权利。哦，你高级班以后啊，你有一张高级班的结业证书。我甲你建议，迄个结业证书吼，你要保存好，迄就是后摆台湾民政局执政以后，你的高级公务人员的证书。但是你高级班毕业以后啊，你还有两届典照，你一定要搞的。第一就是法理典照，法理典照就是你高级班毕业啊，给你两个月思考期，啊，你想讲你。是不是愿意来做台湾民政府的高级官员？就是要由政府一条来任命。你若做台湾民政府的高级官员，你底下四千名内底，你永远若想歪退休啊，你会当你想要做到几岁，你就做到几岁。但民政府执政以后，我们会规定公务人员无论是65岁都要退休，但是独独干那这四千名的迄个做受训的高级班人员啊。会使唔免退休，哎好唔好？啊，这四千名的资格就是等于讲，你敢那是中国共产党，伊对于共产党25000里的长征的遐人，嘛是同款吼，伊是待遇甲一般的共产党无同款。国民党嘛是安尼啊，所谓的老俄啊，对国民党来台湾的遐人，其实伊是难民呐、啊。但是伊甲咱讲是讲伊是农民，其实农民所谓的农民哦，拢唔对，应该叫做难民。啊，难民都在住啥？难民营。啊，难民营，其实你从这个西藏的流亡政府走去伫印度的德兰沙拉，迄德兰沙拉有规片的所在，拢是难民营。啊，难民营照道理来讲，爱甲印度做所在。中华民国中国人在难民营。无租所在无要紧，咱就搁送伊。啊，是搁啊气候好，甚至伊年纪若大，等于中国去娶某，啊，万一若过身去，咱就爱搁啊饲伊个少年某。我讲这拢不公平啦，咱无迄个义务吼，讲都爱替伊饲伊个伊过身个迄个某啦。咱民营来台湾，他们讲有可能无？有可能无？唔对。伊袂当等于中国，因为等于中国共产党会甲台，伊甲美国同时都安尼讲，伊甲美国讲吼，其实美国甲伊关几下摆啊，因为你应该回去中国，因为 no 我回去啊，我会被杀，啊你一去用台孙吼，这就做这个国际上的人权的要求啊，啊所以变做讲，美国都予伊留继续留伫台湾，但你拢唔通忘记咧，埃克法签了，埃克法是啊做。2010年的6月29号，埃克法签了。埃克法签了，代表什么物件？代表说共产党跟国民党啊和解。所以你唔通啊，都反对埃克法啦。咱之前的时阵，咱将埃克法甲去掉就好啊嘛。但埃克法签迄是。表示共产党甲国民党和解，和解以后也当等于啊，所以自从伊签迄个和解，6月29号签啊，6月30号迄一天，美国离开台湾36年，诶，迄个部队啊，就头一摆，第七舰队伫左营靠岸，靠岸以后呢，就入来台湾。我无别讲咧，迄当阵啊 ，TVBS 敢若出现一届尔，镜头敢若一摆尔。来，迄、那个镜头给因看卖啊！迄、那个 TVBS 哈，迄、那个也做迄当阵啊，因入来台湾的时阵啊，
离开台湾36年，美军头一摆入来，我给你带看这个影片，这个、不是影片啦，这个照片啊，都着给你证明讲哦，伊在台湾去东港哦，东港因着一个车队啊，美军一个车队入去清泉岗，为迄当阵开始清泉岗啊。啊，你看哦，这张相片，刚刚出现一摆呢。是 TVBS 出现，这不是咱家己制作哦，这是 TVBS。这里我看大卫有写 TVBS。哦，马健，这是好，这是 TVBS 的相片，所以咱不是做假哦。所以这个相片一个出来，美国就讲，你其实这个是他们讲，我感觉这美国设计的。美国甲中华民国设计讲吼，你都爱甲伊签，啊，一旦签落去，就代表共产党甲国民党啊和解，和解以后呐，回家对，啊，所以我们欢迎中华民国回家。啊，有的人吼，当然我知影咱现主持者，这几年吼，有的人会想讲，啊，会害，阮倒有亲戚带中国。听中国报，啊，嘛是讲叫中国人，你免烦，免烦恼，因为咱照咱的《公民权利法案》，咱有规定。虽然咱是要求爱本土台湾人，请后摆做官啊，做行政人员呢，一定爱本土台湾人。什么比叫本土台湾人？什么叫本土台湾人？您上课有教你干嘛？哎，哎，不是叫您讲的吼，阮祖先住伫遮，所以 ，no， 是法律上啊有规定，咱的规定是《公民权利法案》内底有，1945年9月初二，哎，9月初二，迄天为标准，迄天的迄当阵的以前还是以啊，迄个啊，做以前住伫台湾的人啊，甲伊的后代，咱就是后代，哈，拢叫做本土台湾人，即。这讲法律吼，袂当用迄个感情讲啊，我要讲台语也袂使，迄拢袂准，一定爱照法律上的规定。啊，咱法律看的规定，咱有规定啊。咱这个《公民权利法案》当时设计是2010年，诶，这个叫做9月初八，咱去美国开记者会，同时7月初四，美国的国务院要求咱底下设办公室。迄、那个以后叫人讲，你要设台湾公民权利法案。这个台湾公民权利法案不是咱家己设计，爱就刷起安尼。No， 咱这设计好，有内底有汉文、有英文、有日文，三项呢，咱都爱去送给美国的啊，做军事政府看。咱位头到尾送过三摆，头前两摆拢去拍倒转来，伊讲不行。因为拄啊开始，咱伫研究者吼，咱心会软啊。安怎讲软啊？因为什么叫台湾人？他们讲，底下人要写这个什么叫台湾人都飞起啊！吼，因为咱所读看内底吼，咱讲爱和平，啊，美国讲爱和平，啊，不是住伫台湾，拢总甲算台湾人 ，no， 袂使哩。法律上有规定，为迄工作基准。所以你若讲你的亲戚，啊，是即个朋友有娶中国某，还是嫁中国翁，迄不要紧。安怎讲呢？咱有迄个规定，咱台湾人是无国籍呢。哦，恁知影嘛？吼，咱即摆上过课没有国籍。那我问你，有国籍甲无国籍的人结婚，伊的囡仔有国籍也无国籍？有国籍，这是万国，这是迄个人权公约所规定的。我阁讲一摆，听好啊。有国籍甲无国籍两个人结婚，伊的囡仔有国籍。而且国籍就是循着有国籍的这些人，赶快的理由哦，你听我讲哦，赶快的理由，台湾人甲越南娶越南查某囡仔，啊，伊个囡仔是啥物人？越南人呐、啊，越南人呐、啊，啊，但是吼、哦，过去中华民国，尤其今日中华民国乌白来，含迄个越南的政府嘛乌白来，但咱上课讲一下吼，哎，因就开始改啊，安怎改呢？本来遐越南的查某囡仔要嫁予台湾人的时阵吼，咱这个中华民国要求改讲吼，你必须要回去放弃国籍，才可以在台湾结婚。
啊，这戆戆呢，啊，就等于就放弃国籍，我都要想我要嫁予台湾人啊，啊，放弃国籍，转来台湾，啊，即马台湾结婚嘞，表面上伊甲你讲你是中华民国国籍，但是中华民国国籍是假，根本没有那个东西，伫世界上无这个国籍。万一啊离婚呐、啊，离婚的时阵，这查某呐想要转伊，会当转伊无？未当转伊，安尼可怜无？足可怜，好家在。差不多咱上课以后，差两差年外前啊，越南的政府发现这个代志，马上宣布越南恁遐查某囡仔有放弃国籍的，赶紧来越南办事处啊，恢复国籍。但是你若无恢复国籍，要罚5000块美金呢。安尼是听有点啊，因为印度尾应该发现啊，发现讲害啦。啊，足侪越南查某囡仔嫁伫台湾呢，啊嫁嫁，哎、欸，啊离婚，啊离婚要转来，袂当转来，啊袂当转来啦，变作人球。啊，你中华民国这边嘛无回国籍，越南的国籍佫放弃啊，啊就逃去啊。啊，所以呢，落尾啊，这个越南的政府啊，你唔通看咱去上课呢，咱去上课是全世界迄个网站拢伫甲咱看呢，一天拢30几万人起来去看呢。所以呢，咱是讲的，人伊看看啊。伊所以修改，所以越南的查某囡仔呢，即马开始呢，啊，若无闹放弃的，伊的政府改规定讲，爱去办事处啊，恢复国籍，因为吼、哦，要求中华民国根本都唔是国籍啊，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啊，迄是假，迄是咱台湾人家己讲讲，家己就是讲你是中国人，你是中华民国国籍，你没有国籍啦，所以引申倒转来，你摕迄份护照，甲纸共款啊。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所以你敢回想、回想，你去东南亚的旅游的时阵，你要入去海关的时阵，伊跟你讲，摕中华民国护照是摕台湾护照的，伫这边排队有啊？是安那？迄无国籍啊？啊，就爱塞红包，50块、100块美金，啊，才会当过。所以呢，像这款经营呢，你免烦恼。我估计今年疫情会改变啊，是安怎呢？因为美国已经给咱批准啊，咱台湾民政府马上会当发行台湾地区美国民政府，就是台湾民政府的旅行证件。啊，这旅行证件呢，啊，一摆有效的时间是15年啊，15年，啊，你有欢喜无？嗯。但是，你要有迄、那个，你要这个旅行证件哈。你必须要有你台湾民政府所发行的台湾政府的身份证，啊，台湾政府的身份证，而且旅行证件，小可有像琉球迄当阵美国占领所发的旅行证件，什么型你捌看无？嘛，来，可以看麦啊，迄个琉球的迄个旅行证件，啊，这张啦，这张就是美国当时啊，美国当时占领这个琉球的时阵啊。琉球的人要出国，会使出国，但是呢，摕什么护照？摕这张，啊，摕这张。啊，这张的效力定一下，定义是美国护照。啊，这张的效力，因为你会记哈，顶下写个清清楚哈，琉球列岛，美国，哎，美国是什么呢？美国就是这个出产美的国家，不是啦 ，American 啦，哈 ，USA 啦，美国啦，哈，美国的迄个叫做民政府。台湾民政府真正的名称就是这个，就是台湾列岛美国民政府。但这几个、这两、这抓几个加起来等于台湾 civil government， 台湾民政府啦。安、啊、尼听有啊？爱知无？知吼、哦。嗯。这无呢？你袂当讲嘿，啊，常常啊出去外口人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你去对上课，啊，我去台湾民政府，哎、欸，什么叫台湾民政府？啊，你袂晓解释啊？简单解释就是讲，台湾民政府就是从占领地区的老百姓，家己本身爱成立民政府。台湾人戆戆戆呢，比啥？比关岛的人较戆。关岛是美这个西班牙甲挂予美国以后50年呐，伊才成立留迄个关岛民政府。安、啊、有办无？足办的，啥呢？关岛的人吼、哦，贫惰。啊，因为安那变大，伊这个岛的周围拢海嘛，安海的时阵吼，伊食穿食无问题嘛，对吧？巴肚要去海抓咧，鱼也着一堆啊，
吼、哦，啊，佮很热带地区，啊，所以伫迄个所在，你生活呢很简单，所以呢，伊有政府无政府拢无要紧。但是呢，伊佮五十年以后啊，伊嘛同款，佮波多黎各同款，啊，比佮爱较饲呢，因为伊佮占领，伊就爱较饲，啊，所以他们讲吼，饲久我来生啦，饲久以后也生啦，敢那是波多黎各。即卖吼，饲一个久吼，一年拢90亿美金吼，安尼提提提吼，啊，有当若无够，就该补助款。美国真挡袂牢呢，吼，啊，所以甲波多黎各，我有甲恁讲过嘛吼，甲波多黎各讲，叫伊来独立，啊，是要变做美国51州，但是真可惜，就美国参与，伫即个差不多10年前有通过一个法律讲吼，美国不要再增加新的领土，所以51州就无可能啊。啊、你也看吼，全世界足侪国家拢想要让美国占领啦，吼、哦，那盖建就希望啊，哦，投降，我投降，互你占领，啊，变做美国的一部分。啊，但是即马美国嘛愈来愈巧啊，哈、哦，伊占领较紧的伊就撤退，哈、哦，啊，交互你当地的民政府。啊，即马唯一哈，即马伊家己感觉台湾黏贴贴啦，甲夹叠的，伊即马拔未开啊，所以呢，因为咱发现战争法嘛，咱国家过。咱水血咱个狗呢？诶，个人袂歹，哈，个人伊在来跟你讲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会赢嘛，啊，所以你得看对一个总统若无介意，你个狗，啊，讲伊违反人权，有这违反人权足大条的，啊，甚至呢，啊，个就是讲违反战争法，但这个违反战争法呢，要伫国际法庭个提过啊，就有困难了，安怎讲？爱主权国家才可能控告违反战争法。啊，我其实我有想过啦，吼、哦，那是我头一摆伫这个咱的电脑、这个电视顶员讲，其实我有想过，问题是啥？咱单独要甲个别讲违反战争法，中华民国违反战争法，这有困难。为什么？因为咱台湾本身啊无主权，咱都爱甲什么人联合嘞？爱甲日本，啊，从日本推的，日本战争以后吼。已经迄弹、迄弹吼，拢无啊！日本人过身啊，破开吼，拢无弹。我无甲你骗，真正拢无弹。所以，起码咱就爱吼，咱就爱去甲日本人吼，甲塞拢，甲讲你唔够腿呢？你们不是主权独立呢？啊，你是殖民地呢？美国的殖民地呢？啊，美国迄日本人听到殖民地气甲要害，伊想用啊，以前台湾是啊，做日本的殖民地，起码因为日本变成殖民地，我都讲好听，讲讲有道理啊。你的憲法什麼人給你寫的？他的憲法就是美國寫的，美國寫的改掉去了嘛，所以有很多事情都是要聽美國的嘛，所以特別說日本應該是美國的殖民地啦，當然所以現在日本現在日本要改憲法啦，日本都會經常派人來我們這裡上課，現在如果看我們來這裡上課，看到我們這裡的設備有驚一跳，這是政府呢，我讲一摆，我们是政府呢，咱不是政党呢。台湾民政府呢，各位，您参加的不是政党呢，我们不是政党呢，我们是政府呢，英语讲 government 呢。你敢捌参加过 government， 参加过政府，捌不？唔捌呢，所以你这一辈子很有幸福啦。我无甲你骗，你真正足幸福诶。啊，你嘛是这一辈子吼，会当目睭金金看一个国家消灭中华民国，你看会到呢？你看嘛样？看有啥物人一世人内底会看到讲一个国家消灭，啊，一个国家爬起来？这若讲恁上一辈子无烧好香吼，我随在你。当然啦吼，这内底有基督教徒嘛吼。基督教徒应该吼，顶时都已经伫信奉耶稣教这个福音呢。我是甲你讲实在，我唔是甲你讲假呢。我很正经的讲一句话呢。你可能你若去参加迄个政党，伊怎甲你讲？革命哦，冲啊！笑诶，真诶是笑诶啊！哪人要叫你讲去冲啊？你讲稍等，你先冲，我到后壁甲你看。啊，你讲看要啥？要甲收拾收尸啦！你千万唔通去甲伊冲，所以你甲我甲想想诶，以前嘛足戆诶呢。以前吼，人来你东华的演讲好，我拢刻在心呢。啊，那去捐钱吼，好，那底下钱直直忍，直直甲添呐，好伊呢，对不对？
我为高中开始的，我印象有够深啦。迄届是吼，当我叫做康林祥的演讲，康林祥哦，演讲足好讲诶。啊，以前咱毋捌听过，伊讲遐，吼，伫反对国民党听足爽诶咧，对吧？迄种感情啦，吼。啊，像我逐个咧欠钱，咱嘛安尼钱嘛，是高中生嘛，落地啊闹偌济钱，欠起来才发现讲，哎啦，公共汽车诶钱嘛欠落。用行的东西出去，为往个行到去我迄个民生东路迄边，看偌远就好啦。行到几点辛苦，啊！但是当阵监管呢，啊，即摆想想有够公。啊，落尾啊，即摆最近嘛，康林祥有甲我见面嘛，伊讲吼，我讲你以前吼，哇，我是你的粉丝呢，吼，爱就笑甲伊讲无，即摆伊讲伊是我的粉丝啦，吼。因为呐，因为我研究战争嘛，吼，我过去拢相信讲，我台湾都爱独立，即摆想想，要是我那就独立，独立就土起啊，独立。啊，所以美国一直甲你讲，啊，台湾人听无呢？真正台湾人无几个听有啦。你去问你周边讲个，美国讲台湾未使独立，啊是安怎？伊昨日讲未出来，伊讲啊，美国是民主国家，那会当叫咱卖独立？其实你即摆卖独立的原因你知影吼？因为台湾内底有两种人嘛，啊，即啊个台湾即块土地的主权是日本天皇的嘛。啊，即卖呢，咱的论述直直进，别到即卖美国吼，为即卖开始呢，我老早就讲啊，我像三年前我就讲啊，我愈接近的时候美国一直放消息出，美国确确实实最近呢，公布真济秘密档案啊，伫咱的官网顶端吼，咱嘛有秘密档案，咧最近才摕到的啊，伊拍算要拍三个纪录片。即马拍两部纪录片，到第二部纪录片，伊人讲哦，台湾这些土地是属于本天皇的。第三部就是要讲啥？旧金山和平条约。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哦，中华民国是足夭寿的。伊的这个法学院啊，拢无甲你教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未歹甲你讲。其实台湾的前途、台湾的地位、台湾的命运是靠啥？旧金山和平条约。这恁大家拢爱知影呢？你随时敢讲爱讲旧金山和平条约呢？不是台湾关系法啦，台湾关系法内底讲的台湾是啥物 ？The people on Taiwan 就表示遐阿拉啊为中国走来台湾遐人啊，啊看美国有要求无？啊，所以这个台湾关系法内底所讲的台湾是政治台湾，不是法律台湾啊。啊，所以罗素伊就讲哦，台湾自治 autonomy， 迄个台湾是啥？中华民国，那是现在进行式。你来看有，啊，你若看无的，真正戆戆戆，叫人骗去，你都搞不清楚。所以呢，我今日要，咱都爱知影讲吼，你这读高级班吼，你的头脑都要非常清楚。你头脑无清楚啊，你出去，足紧的，人个会煽动的，你就读个个飞去啊。可别讲啦吼，啊，今年年底要选举啊，对不对？有想要选的举手，啊，不爱选的举手。你若真正去算你巴肚疼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哦，这边是上好的考验啦，就是讲哦，你到底对这个法理有坚定啊无？你唔通看这呢？去年四月二五，咱就一大阵，甚至咱个较高级的遐干部都叫美国甲你骗你，甲你讲哦，台湾独立，我去美国讲，竟然想要宣布台湾独立啦。啊，这是我是感觉讲，这是美国吼、哦、要骗，不是骗啦，伊给你设陷阱，看你到底对法理认识多少。啊，个人一群人都去啊。啊，所以呢，赶快今年上届好的试验，看你哎，你唔通想讲你投票，咱唔知呢，你投票有记录呢。对呢，我先给你警告哦，投票有记录哦，当然啦吼、哦。啊，你嘛唔通讲吼，人去甲你讲的时阵吼，啊，你好，我去投，啊，你无去，嘛袂使安尼啦。你讲我无要去，我若去投票是害台湾，害咱的后代，对不对？你爱利用这个机会，甲你讲去投票，遐个人互伊知影为什么你不投票？第一，你是台湾人，你唔是中华民国的人，啊，中华民国的选举，你当然唔免去选。刚才别说印度人唔免去选西藏的迄个流亡政府的总理共款，独独全世界，刚才咱台湾人戆到袂白招，真正是戆到袂白。啥物讲？咱都去交税金给伊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替伊做兵啊，对不对？
遮啊个足济代志啊，包括遐农民哦，看表面字，遐看表面字的钱是上出，是咱出的呢，咱出的呢。啊，因要因厝甲起，啊，还厝嘛是咱起的呢。所以你有真济人甲讲，咱的政策讲18岁以上的查甫甲查某，哪准你的爸母无两栋厝以上的，咱拢要给这个囡仔一间厝。啊！你讲，我厝买倒来，我跟你讲，死到遐老乌啊，吼，遐农民转去的时阵，吼，空厝一堆啦。即马现主席的空厝，台湾有几间？你敢知啊？260万栋，空厝260万。啊，是安那260万直直起，因为中国来你抄啊，伊甲你抄到，互你台湾人的生活愈来愈歹啊，你所赚的钱嘛愈来愈歹啊，各位。偏偏同款过去讲亚洲四小龙，韩国的这个大学生现住是一个月差不多8-9万块，新加坡一个月即马是9万10万啊，台湾要过22000啦，啊你看有可怜无？啊奇怪呢，你甲看了表面上的环境都差不多呢，安内拢无钱，这是政策的问题，政府的政策嘛，伊无爱互你趁钱嘛，伊要希望将你的生活水准甲你扭甲。中国同款嘛，啊！结果中国同款的时候，即有人就会甲讲吼，安尼不如开放嘛，吼、哦，互相开放嘛，咱原来要过一面趁钱嘛。但是我甲你讲，你对人你我都趁钱。共产党的教育，唔是甲咱民主国家、资本主义的国家的教育同款。共产党的教育是拢假人的教育。你甲看卖啊，敢有真正有人去中国投资赚着钱的？我会当甲各位讲，绝对无。啊，若有少数一两位，迄要做样，就是要互大家看。哦，我伫底下有趁钱。啊，台湾人搁一点最歹的所在，笑面皮，了钱拢歪讲啊，了钱拢甲你讲趁钱啦。啊，拢吼，台湾人骗台湾人啦。哦，我趁偌济咧？来我我你来投资，我投资啊。啊，我一半顾好你啊。啊，即马一半顾煞咧，搁另外一半顾嘛等好你啊。啊，但是你若神着较害啊。透袂去无要紧，你若有诶吼，像我是走转来呢，我偷渡金门都走转来，但是我是办学校啦，啊我毋是讲叫人去投资，我是办学校，啊中国呢要要求讲我诶校啊都爱甲伊合办，因为安那我成绩足好诶咧，安那讲成绩足好，我以前吼古早我捌办过补习班啦，我就用迄套啊，私立诶中国诶高中生哦。90%的高中生啊，99%的高中的学校，要考考到北大还是清大是零呢？你无听，你不爱相信。99%的高中哦，全中国哦，要考到北大甲清大，机会是零呢。安怎讲？迄分数太悬呢。但是我办好啊，我头一年就3个北大，2个清大，啊有够无？阿袂啦，阿袂啦，阿袂啦！莫互我讲，你拢互你拢足就级的呢，逐摆拢讲一半，啊应该歹数不爱歹啦，啊小等下歹啦。我办的方法是真简单，我用偷食簿，安怎偷食簿？四川，我伫四川办，四川的时阵哦，全四川这个省啊，有88个区啊，县啊，是国家级的贫困县。我呢，将因的贫困县，我甲伊宣布，88个贫困县，每一个学校，你会当送你的第一名的囡仔，甲第三名的囡仔送来我学校，互你三年免钱大食，拢一切免钱就对。啊，考掉大学，我阁甲你帮忙四年大学的费用免钱。这种的台步，伫台湾从来没有见过嘞。我伫遐一个宣布了一家地吼，哇！遐人拢足感谢我安尼。啊，当然遐囡仔，他们讲嘛真拍拼。迄三年内底吼，唔捌等伊呢，唔捌等伊厝的呢。啥啦？我甲叫来问讲，你为什么放假不回家？我家太远，因为咱的观念拢伫台湾啦。你家上介远，为家上介远，屏东啦，屏东来回嘛，互你。国较慢嘛，一天来回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
你知影迄个四川迄个所在，迄个较远个所在，一天来回有啊无啊多，啊一礼拜来回咧。啊，所以伊无啊多等于啊，佫无钱。我讲，哎，你为什么不回家？伊讲吼，哎，我把钱省下来吼，啊，给我的爸爸妈妈，哦，足感动个。啊，伊讲好好，我拄啊办个时阵吼，啊无电费啦，毋是无电费啦，电费较少。啊，暗时人伫困，电费也禁掉嘛。迄囡仔真正摕摕哦，伫迄个月亮的下骹吼。看珠呢？哦，我看到足甘心诶，这个囡仔。果然吼，三年以后调清大甲北大，啊，现在中国惊着啦。中国吼，迄个北大、清大伫调查因规个校，雄雄看看到，哎，这五个囡仔吼，来自私立学校，我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呐、啊。因为先前我都扣掉私立学校，哎，扣掉这北大甲清华，对不对？啊？上个孩子讲，伊遐囡仔吼，写讲吼，伊拢甲你写讲吼，我这一辈子最感谢谁吼？人伊遐囡仔拢甲你拢写啥？我们感谢共产党的栽培，那嘛呢？对不对？啊，感谢党书记的栽培。我迄五个囡仔吼，甲讲，我们感谢董事长林志深的栽培。啊，嗨啦嗨啦！我甲你讲哦，共产党看你讲，啊，这还够会得。啊，这个给你补了一个点哦！啊，规个规个好，啊，规个隆重感谢董事长林志升啊！啊，所以就开始来我好来给他要求讲，哎、欸，不行不行，你要跟我们合办啊！我心内是想讲，哎、欸，我干嘛跟你合办呐、啊？啊，我都有钱啊，我跟你合办是要创啥？你看，我我们用哈、哦、1000多年历史的第四中学跟你合办，我合办，啊，我讲。我就甲讲哦，啊，要合办吼，啊，我请问啊，校长啥物人任命？因为当然我们任命啊，讲因呐，吼，伊们任命啦、啊。我不行不行，啊，我董事长当然要我任命啊。啊就好好，我好好往那迄共产党来组织呢，啊、哦，我72个共产党党员。我讲吼，啊，我们那些学校的啊，这党支部哈、啊。党总支啦，哈，党总支的书记谁任命？伊讲伊没任命，我不行，要我任命。我董事长，我出钱，当然我要任命。我甲讲这个观念吗？阿英讲哈 ，no， 你不是共产党，你不可以。阿、啊、我如果不可以的话，阿、啊、不用算嘞。阿、啊、算的时候，我甲遐老师讲，我先甲你讲哦，这個、人你若无调吼，恁家拢免阁做老师啊。啊，真简单嘛，伊若算我无介的，迄、那个人我甲免进嘛。啊，免钱就免做嘛，敢不是？啊，安尼吼，得罪因啦。啊了吼，哦，双方都开始改做计债权啦。因为我遐校是共买嘛，本来无校无迄个校嘛，啊有迄个校伊我甲买嘛。哎、欸，讲过两三年，讲有一寡迄个学校欠人钱的迄个也做啥？迄、那个借据出现啦，迄拢假啦。啊，拄啊开始。我拄开始，我再去甲迄个共产党的书记、总书记，迄四川的总书记，迄张啥物人？周永康呢、啊？我也去甲讲，啊，伊甲讲吼，哎，董事长，你这个赚那么多钱啊，啊，你就给一点嘛，也不会影响你，为了社会的稳定嘛，哦，用稳定。我想想，啊，好啦，甲你党书记讲话啊，吼，我就行啦。哦，拄开始偌大方嘞，行过甲家里去。都明基无这个钱啊！我能甲行过家里去。哎，夭寿啊！第一张行嘞，愈行较愈济嘞。啊，老板吼，我就开始讲，哎，不行这样，没有那个利息，没有利息嘛，同意呢？啊，打8折也同意，打7折也同意，打6折也同意，那打5折同意，我就讲，哎呀，我中计啊，我不要还了。啊，你啊好，甲迄个不还哦，我都出现一张400万。人民币的借据，我讲哦，你400万，你借我的学校，还是以前的学校啦？你借我的学校，啊，无你嘛爱摕银行的迄个存折，啊，是讲迄个转账的证明罚款，对不对？你讲安尼讲有理无？有嘛，对不对？伊安那甲你讲呢？伊讲没有，我这个钱是放在我家的床铺底下拿的，你挺有意思吧？因为迄、那个。阿郎啊，遐人吼，因不爱寄银行，伊讲拢放伫民生卡啦。民生卡放400万摕来借学校，相信你举手。
你相信啊？啊，我就倒啊，啊，你就迄个法官啦。好啦，确实。好啦，啊，好啦，民间安尼有扛400万，迄趁钱一个月趁到无500块，趁400万要趁偌久？我你讲的是没有错啦，有迄款的现象啦，但是我甲你讲啊，我感觉无迄个代志啦，所以我不爱行啊，不爱行哦、喔。我老趣味咧，因为我依法办理，讲摕迄个借据去银行，啊，银行哦、喔，当天就改邓英啊讲哦，叫我行咧。伊讲啦，如果你有疑问，你再来诉愿就好了。哎、欸，诉愿肉包子打狗啊，还好不好？所以我就不爱行，啊，不爱行了呢。啊，我坚持不爱行，啊，坚持不爱行哦，啊，就给他管收了，管收了哈。伊讲戒名，讲要给他保护了，哦，给他保护差不多10天啊。好啊，保护10天了哈，因为我算，迄当阵是代表李登辉先生，甲迄个谢龙胜做一甲中国谈判过，所以我后边跟伊有靠山对了，伊讲有靠山呢。啊，然后呢？我决定讲吼，我要走，我甘愿遐物件拢等到遐，我要走，啊要走嘛不是遐简单嘞。第一，伊知影你会离开啊，伊将你的台胞证拢给收起来，啊要安怎？啊都爱想办法游泳啊。啊伫四川呢，啊但我想三条路，第一条路为厦门吼，因为我定定看，迄人定定看报纸嘛，吼。啊，做迄个坐船啊嘛，啊，第二条我想为日本，第三条为云南，然后我想讲吼，啊是为这个啊做福建，为这个厦门啊偷渡，我一个人坐一只船，迄蹦蹦迄个，看你会惊无？迄海鹰安尼拍，啊一个人蹦蹦啊一条尔，三板同款啊，伫你船顶哦，我目屎都淋落来，迄个海水安尼。啪一下吼，我伫想讲，我遮济钱摕去伫中国，啊去办学校呢？我毋是做生意呢，我是办学校呢，啊竟然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啊所以我倒来，我写单台商头一本书，从中国出逃，迄本册每几本你绝对要袂着，17万本，哦你有买哈？17万本。迄本册吼是台商头一摆为中国走回来以后所写的书，好从中国出。迄本册是我亲身一字一字我家己写的，啊所以这是我的经验啦。啊然后呢，发现你回来了，我伫环球电视台做总经理，啊落尾啊李登辉甲我讲，啊你读战争法了，你奈不爱将台湾的地位放战争法试看卖啊？啊放一个吼，才有今日。这家，啊，你都爱拍手啦！啊，所以呢，所以有今天啊、哦，我是感觉讲天注定。所以2004年都多啊好，咱台湾60年，多60年，啊，所以冥冥之中啊、哦，我刚刚故意讲，我以我的性命给您保证，台湾民政府一定会接掌政权。但是。你要有耐心，我今日有发表一篇文章，讲忍耐是咱台湾民政府全体的上策，就是上好的策略。安怎讲？咱要用这个忍耐啊，来应付美国的这些，以美国经的吼，伊即马有无厘头共款嘛，哈、哦？以美国呢，伊家己本身对台湾的处理啊，伊坦白讲，伊嘛无计划，伊唔知要安怎处理。所以呢，即嘛渐渐用咱来个改变，啊，所以咱有真侪美国的政策，会一项会凸显伫咱所有人的面头前。所以我当过一摆个故意保证，你来台湾民政府受训是正确的，而且呢，你这样的机会，你一世人绝对不会再有。一世人会当看一个国家灭亡，中华民国灭亡，伫你的手头灭亡啊，这不简单。4000个，咱特别搞啊，咱搁差差1000个尔尔。但是我即马这1000个，我要敬一寡较好的，较好的啥？真正有热心，啊有确确实实想要替台湾拍拼。因为本来拄啊开始的时阵，4000个
我老早咱爱三四年的时间嘛，但即马呢，我甲算算，估计搁再一年就会当完成，免个一年我们会完成。美军入来时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谢谢各位，多谢。各位同学，这节宝贝学科继续上课。